信息我已经查到了，发你手机里了。真是越来越有意思。其实你没必要骗我，你是崔浩的女儿。女友，其实有些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。当我第一次与你擦肩而过，我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或许你注定会成为我人生中的牵绊。我是你姐男朋友，我叫简红城。你听听你解释，他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他不是坏人。我不管，他们一家都信简，我要报仇。简总啊，崔浩的老婆确实就是宁慧，她还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叫崔启明，还有一个叫崔启珍。你刚才说他叫崔什么来着？崔启珍。哎，该不是这个吧？我说怎么找不到呢？没事吧？原来他早就改了名字了。别碰我。董总，如果您只是因为资金链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我这边有资源可以帮你。咱俩一共见面才两次，你为什么呢？